南征，好了，考了多少钱？2块。2块钱？我看你笑得这样，还以为你砍了6块钱呢。走吧。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经理不让少给，真要少给他让我赔，要不你把裙子……同志，我这都给你了呀，真的不够吗？要不，你让女同志帮帮忙？不行，怎么能让女同志帮忙？ 他差你多少钱？2条裙子，32块钱，还差2块钱。2块，来，给你。哎，好嘞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南征，我回去就把钱还给你。我能问问？ 另外那条裙子是送给谁的吗？送给你的。我刚才看你试穿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好看，所以就想送给你。那你不用把钱给我了，这裙子我自己买，回去我把剩下的钱给你。哎，不行，这裙子啊，我送给你。 顾野同志，我们现在是普通战友。 这裙子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除非你让我把钱给你。刚才我试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这裙子特别好看。谢谢你，回去我把钱给你哦。